强哥，我们对你很好哦。下一位太空战士啊，不是，是米次龙。好，大家好，今天要分享的是在太空战士还没变成太空战士前，哎 ，Fantasy 还没变成太空战士前，然后，我是第一次来 CosCup， 然后也是第一次来闪电秀，所以我八成会失败，那讲到哪里就讲到哪里，然后这个文件会之后会开放编辑在 Google Talk 上面，然后我是自我介绍我就跳过了，我怕没时间了。好，我们现在介绍一些东西。那 APT、RPM 大家应该多少都会用过，如果还没看过的话，那这些指令大家都应该用过了。然后这个东西是 Software Package Management System， 那它是用来管理系统里面安装的软体。那我们先别讲这些东西，然后我们来讲一个真人真事改编的故事。我固态硬碟用完了，所以我跑去添购。那我知道这个固态硬碟一定是有人先设计，然后有厂商把它制造出来。那它一定会包装嘛？它就是你拿到的不一定不会是固态硬碟本身，它会给你一个包裹，然后一定会有可信任的人把它放到那个店家的仓库。你不能说随便让什么人就把东西放进去这样子。然后仓库大概讲这样子。那get 其实也是这个东西。那你当然要去店家买啊，但是就是把商品拿回来，然后你要一个剪刀什么的把商品解开来，那一定会有什么说明书啊，告诉你要怎么把那个固态硬碟装到电脑里面去，然后就可以只是安装，然后就开始使用了。一天后 ，OK， 它坏掉了。那我们就要把它解除完，装，拿去 RMA 嘛，那也是一样，说明书怎么装就把它怎么拆。最后再回到这些东西。其实我已经讲完了，完全一致。那 developer 就是开发软体的人，然后就是设计软体的人，然后 packagers 就是把软体建构好，然后把它包成software package， 然后就会有交给有可信任的人把它上传到 software repositories， 就是仓库哦 ，repositories。大家都应该多少有改过 sources 点 list， 那其实这个网址就是 repository。我们从哪里获得这些 software package？ 获取也就是下载，就是从网址上面把它载下来这样子。解开就是就跟那个一样这样子，然后安装。那如果我们把 Debian software package 把它解开来的话，里面就会有 script， 这个就是跟说明书一样，就是要把这软体给它安装上去，就是安装。一天后 ，OK， 它坏掉了。然后解除安装，一样也是有 script 可以做这个事情，就跟说明书一样。现在的情形 ，it looks like a package. We are using it like package, but we refuse to call it package. We call it 套件。套件有什么问题吗？如果从字面上来看的话，套可能有 set 跟 suit 的意思，那可能件可能有 piece 或 word 的意思，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，好像都可以拿来描述软体。那感觉套件感觉比较专业 ，APT get 套件，国家认证的词汇，好专业。套件的问题，套件这个词有办法描述出刚刚我讲的，就是从获取包裹，然后做成包裹，然后传送给包裹，然后抓下来安装，可以描述这些东西吗？真的可以吗？有人问说，那个为什么你们一直不做个意见调查？我相信会有。那我这边推荐一个 BBS 下面的证明，挺好看。然后感谢Fred， 有史以来最棒的 hacker， 一马猫，有史以来最专业的软体翻译工作者，胃药，有史以来最会吐城市码的猫咪，巨乳酸，有史以来最黑的普朗好友，真正家，有史以来最真正的家，还有台湾黑客年会，有史以来最好用的赞助商介绍梗，然后。金士顿有史以来最专业的固态硬碟制造商，以上 是真的故事。那我希望他赶快换一个能用的给我，这样子。感谢聆听。